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给我买这个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们家打野不会生气吧？看看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的时候，碾碎你们的祖先。算了，拉倒，回上路。谢谢啊，白痴麦克白，我们打狗头人哥哥。全军出击！你朗读呢？一会儿我给你朗读一遍。哥哥哥，平 A 接 Q， 你要敢吃兵，我就打死你，哥哥。先把上面那俩兵给他收了。有病是吧？有病我得给你治治了，我发现。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要干啥呀？必然如此。纯是有病，真的。你俩别想好好玩了啊，我告诉你俩，你俩这么干个人，你俩别想好好玩了。今天我不把你俩死给你打出来，我今天就不叫蓝林汉，你听见没？蓝林汉不叫了。那个狗熊加个狗头，两条狗。化为尘埃，尘埃，还尘埃！我他妈打死你！我让你赶赶我，给你点长本事了，真是。这个意义的可以啊，没完了，我操，没法回呀，哥哥。没法回呀，哥哥，太欺负人了。上来来，哎，就你有打野啊？哎，哥哥，就你有打野，是吧？我操，4分钟给我上路跑来5、6趟，不走了这人。狗熊纯是有精神病，
别卡他玩吧。可以杀来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可以杀。你扛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哥哥，哥哥，啥意思，哥哥？啥意思呀，哥哥？哥哥，你这样送人头，你的打野不会生气吧？不像我，我只会打死哥哥。回家了。先不来不点还这样这样。哥哥，你别吃兵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可能让你吃到兵了。还去吃蛤蟆了。他如果吃蛤蟆没升到六级，我们塔下就能杀他，看他升不升吧。嗯，看他升不升，他升了。哥哥，你要吃屎？我不允许。嗯，我不允许。这口屎不可以给你吃。看看他在没在塔下啊。再插个眼。人儿没了。红鹿晕行雷接钩穿一下再 A。哦哥哥。哥哥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在等技能。啊，你在等什么？啊，等死啊，哥哥！我闪一手。在这儿等我呢，干哈呀这？交闪了，闪现了，离谱，离谱之刺儿，简直离谱。换个扫描给他。没大，没 R， 没有闪，没闪没 R。
把他杀了。哦，哥哥，我挺进红怒晕。我不知道这波红怒用了，他还能不能在塔下了。我们反复横跳，来人了，狗熊到了，这样吧，哥哥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吃野怪，我先去把你家野都给你打了，打完以后啊，我看看你还吃不吃线上。哎，先把他蛤蟆打了。哎呦，好准，我马上到，反蹲了，往这走来。来挺进平 A 红怒晕 A 接 Q 平 A 平 A 穿再穿啊，致命点也接个 Q， 你俩就一块死吧啊！我去找我的爹爹。哥哥，你不走，什么意思？你是瞧不起你老弟呀？我一看呐，啊，你确实是有点瞧不起你老弟了。他跑得有点快，算了，先打皮吧。小塔皮儿吧，先把他一些塔给他拔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塔下死不了？我可有挺进的。啊，我可是有挺进的，哥哥。而且我有韧性，我的韧性有30%。这个你们先杀吧，我还没空。我要把我的哥哥的二塔给他拆了。我不仅把他二塔给他拆了，我还要把他蛤蟆吃了。我不仅把他蛤蟆吃了，我还要打他一个蓝 buff。我要让你知道赶可我的后果。我不仅把你蓝 buff 吃了，我还要打你的三狼，三狼没了，算了，咬你一命，留你一个三狼。干啥呢？瞅啥呢？野区啥也没了，该啊，活该。来卸手了。我们家这个阵容你还敢野武，我进场把你们都杀了。回上路不给他吃，
先推吧，先推。推完以后，我们再把那个峡谷先锋给他打了。狗熊无脑打我没用，他们家五个人集火我都死不了，对吧？这阵容不是那种就是打前排能力特别高的、特别强的那种阵容。我可吓死了！哎呀，我哥哥，我的哥哥，你还敢杀我？你们小兵给我 A 死的，给我吓死的，死了，死呀！这都没死啊，护甲有点高啊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被秀了，有个加血，可恶，可恶！我扣他，他回血了；我扣他，他没回血；我扣他，扣完他以后，他是那个延迟回血呀、啊，他没碰到队友不会回血自己，就是小兵没打死。那小兵在他扣我之后，应该是打到了，只是没打死，回上来了。这玩意儿是不是带回血的呀？嗯，这巨神风之盾带回血的。给我杀了！我其实都有点纳闷，这狗熊后边咋没来呢？有始无终。狗熊后边就去中路了。往我上路跑了。下把我们玩个王八吧，我去打打野。怎么能让哥哥拿人头呢？哇哇哇哇哇！他没有逃生技能了，你要能杀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杀的。好 W
阿卡丽怎么出九重蛇呀？你给谁哭呗？你哥哥，哎呦啊，我抠没抠出来。先给抬下来。来一个荆棘背心。防止对面回血，顺便我们又一点。可血是全杀了，可是可血没有挺进厉害呀。能不能让我练个像？这都不是 MVP。